你好，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、读者们、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今天是2018年11月份的27号啊，十月份的27号，星期二啊。那么，经过昨天庆祝我住在社福机构四周年前，我哥哥每个月才给我300块零用钱啊，那我们非常非常的可怜啊，人活着，你看一个月300块能买什么？我这个哥哥是很可恶的人，所以你不要怀疑生病的人没有朋友没有家人，你一定要自立自强，自己靠本事赚钱。结果我们来看看昨天的开奖报告。昨天的开奖报告，恭喜各位中第二组，第二组有两组啊，1013中13，全车二中一，13碰五尾中13碰五尾，第三组牌啊，那么我们也是中三尾五尾，恭喜各位中了三组，四组牌中三组，大家大赚一笔啊，高兴一分钟就好。你要能凹的话，一组牌全部凹回来。有钱凹的人就凹回来，没钱凹的也没有关系，再赢个一期两期，你通通也赢回来，这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各位，没什么好解释的，赌博就是这样，啊，台北美食社长早餐啊，我们没赚到钱，吃个波蜜果菜丝，弄个那个番薯，中午一样吃素啊，恢复到原来的一样吃素，昨天一个朋友中风啊，觉得非常可怜啊，我自己要注意身体。祝大家保重保重。